新闻首先要来看的是江崎市的新建设。江崎市路处二十米道路连接国道三林松东路，到江崎市东区大雅路上宽，以及仁义潭南潭水库外路经过江崎市比较比较关地势区林东区。江崎市长王炳辉甲贵宾做会欢迎庆祝通车，这是江崎新外宽道路系统建设计划之一，打通东区上重要的道路之一。嘉义市路处二十米计划道路新片工程今仔日举行通车典礼。伫剪彩之后，嘉义市长王炳辉牵着当地长辈甲贵宾，接连着当地文宅殿、金武宫甲三间土地公庙神尊坐神轿，在点起马跑了后，欢庆做伙行过秀丽景观的路处桥。当地民众等待多年的重要道路如今完成，政府经费四亿元打造，是江崎市东区地势较悬地区一条真重要的道路。规划建设，我们看到二十米的道路在完成的同时，它里面呢不但让我们景观也能够受到保护，因为我们考量到交通不只是能带来经济的繁荣，更重要，我们尽量减少生态的破坏，所以我们也把野溪整治好，然后连带着连大家生活环境当中所看到的电缆电线下面，在二十四米当中我们都埋有管线，这一个电缆电塔将来都可以地下化，这也是我们共同在努力的。当然在还没有地下化以前，因为还有一些困难在解决，我们今天先行通车，这一个通车代表的嘉义市交通的任督二脉之一，我们其中我们看到了从林森东路一直到大雅路，这种种的啊，到民权路，这种种的这连接。这工程属于江崎市外宽道路系列建设计划之一，北起林松东路，南接文雅街，拓宽延伸到民权东路为止，全长1600公尺，路宽20米，采二宽1万车道，以及两边设行人自行车道，部分路段是原有道路拓宽，经过山谷凹地路段，总共350米长，采悬臂式箱型梁以及 I 型梁结构建造的桥梁衔接。到未来公道一完工了后，两段打通嘉义市交通网络人多地脉的重大建设同步到位，健全嘉义市的新外宽道路。财经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